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无惧之路，又可称为血尿之路。为什么这么称呼它呢？因为我发现我的尿变红了许多，都是为了这关卡。我估计的话，应该我有算的话，应该是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一个关卡。基本上我选这样的队伍，主要是，为什么选牛蟒很少人会使用呢？因为我忽然间想到，因为我既然要磨嘛，然后又要爆发，那牛蟒的爆发来讲，跟妲己比起来，它是绿属，木属性，属性相克，我打属性盾的关卡就省了很多时间。基本上，而且再来，通常一般人会用水妹去磨嘛，那我改用玄武，基本上效果是一样的。差别只在于说，如果是第19关的那个关卡来讲的话，水妹控场会比玄武好了，因为玄武减伤已经没有用了。其他关卡的话，玄武也都用得到。我截取了比较重要的关卡，像这个12关来讲，常常有人会不小心被两次炸死，不然就炸死的时候又被中间打死。所以中间 CD1 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打机械金沙。中间 CD1 的时候，所以像我现在你看我先指定右边那一只嘛，然后再指定海运女王，用这样方式叫做连打带消，连补带打，一波送过去，而且你有两只木属的，基本上打死不是问题啊。回血就自己控制，因为我还有个死海女，你要看我现在开减伤又开那个海运女王。又补又减伤，基本上不会死啊。其实只要开一只啊，但是技能留着也是留着，保险一点比较安全。然后四 combo 就可以补那么多了。两只中间海运王 CD2 嘛，我先打金沙，不是巧克力，刚好一样。像这样打，没有，就安全多了。然后我影片的话截取重点啊，因为真的是录太久了，光我截取片段来讲就已经都超过1G 了，基本上要全部录完应该不太可能，然后又加上我现在要把影片整理一下也花了一点时间，所以到现在才播。其实这影片是昨天拍的，没记错啊，因为这个时间好像有点搞混，这不晓得是前天还是昨天，应该是昨天了。你看，像现在台运女王剩一只，打起来就很轻松。片子蛮长的，我尽量把每一个重点关卡的时间调整到大约3分钟左右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看各个关卡的打法的话，一个关卡大概3分钟之内就结束了，这样可以省蛮多时间的。不然看完应该没有人看得完。对啊，像我现在讲话也不晓得有没有人听到，搞不好我现在随便人讲话也没人知道，因为大家人切到后面去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们还是要秉持着那个专业的那个原则在，不要乱讲话哈。当然，我曾经觉得我知道，有些时候不能讲一点那个会言会语，对，有时候激动起来，这个难免嘛。大家包含一下这样。其实这个地方我应该快转，只是算了，我已经那个影片长度已经抓得差不多了，这个部分就算了，就让它这样过下去了，因为剩没多久。有史莱姆的话，基本上也可以用黑狗代替啊，因为我空间不够，而且我这史莱姆之前练好玩的 CD5 的那个最高级的史莱姆转强心，所以补起来补很多。再来15关嘛，这个简单说就是也是你用力打不用担心，你有奥丁呢不用怕，但是记得要补
要血压超过一半。然后 CD1 的时候也要注意 ，CD1 的时候不要再锤了，因为 CD1 锤下去你就是自杀了。好像现在 CD1 哦，绿珠就不消了，我、哦、其他攻击珠还好不会痛，要锤下去我是剩一滴了。啊，其实有把握的话，血剩一滴的时候，绝地逢生也可以开啦。只是我，怎么讲？既然有把握关卡，我不希望再浪费我的 CD 数再去出一次，因为后面还有其他比较关键性的关卡，所以我一样这样慢慢打，就不 care。哦，记得爆发之前要记得看一下下一关是什么，不要一爆发下一关没得打，球大了。爆完了、啊，下一关水系啦，完蛋！哦，所以爆发也要看时间放，不要乱爆。我现在有骷髅头了。哦，然后由于女王已经有算是有修正吧，我认为是修正，因为之前女王她是变成说只有一关能用，那基本上那就是废技了，真的只有打一满或者是说boss 关用得到，其他我完全都没有用到。啊，但现在这样设计的话，基本上侍奉我出来的时候，那个优势就出来了。不然基本上他我之前是没有练，就是把它放在旁边练一练，还是放这样。乌龟减伤CD 十五，所以还蛮快的。三不五时给他开一下，保命机就尽量开无所谓。哦，因为也用不太到，哦，基本上整场用到，我应该是用在机械精上那一关而已吧。其他关卡还好啦，所以就随便丢，无所谓。哦，像乌龟换水面换成乌龟嘛，那你今天攻击力是有属性相克会比较好打，而且它攻击力也比水面高吗？哦，不记得了，要看你的等级啊。哦，但是在第十九关的时候，它的减伤就没办法使用，不是没办法使用，用了没有用。不是减伤效果，可是更新还是有用的，哦，更新还是有用的，哦，一样这段话不晓得有没有人听到，因为影片太长可能会跳到后面去了，所以我还是得就是及时过好，哦，差不多快了快了。下一关，无惧的鬼武士，哦，这个基本上就算我给他切到这么后面，还是要等，还是蛮长的，哦，但是为什么要截取这个部分的片段给大家看？打这一只很简单，但这一只在他快死的时候，哦，要先做好前置作业。何谓前置作业？哦，因为我们下一关是打水系啊，那我必须要有一波爆发，那我一波爆发。大家一般的习惯奥丁，哦，或者是魔王，哦，不一定。可是往往都会忽略到，哦，我这一关，哦，要注意下一关。可是下关呢？哦，对，没有错，下关。因为你水希腊打了之后，后面还有机械金沙跟那个，那一只叫什么？哦，忘了，不记得，算了，等一下就会看到了。好，哦，因为。你打过水系大之后，后面还有一关，你还要再爆发。那我是用牛魔王，我 CD 死基本上应该只有一波的机会。哦，奥丁更不用说了，奥丁就算你练满，可能是 CD 十五吧，你记错话。哦，所以我在这一回合我会整理好我的猪。哦，就是我会用一个类似紧致型的方式去排它，这个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一次。哦，这时候也是拿来这样用。哦，你有可能怕说，哎，我回血来不及，不用担心。哦，有那只死了，你回合都够你补。哦，只怕你 K 掉它的时候，天降把你的绿珠弄掉。可是因为我交错牌嘛，有看到嘛，我下面都交错牌。哦，基本上除非你天降两颗木珠，哦，天降两颗木珠，才有可能把你现在有的木珠下掉。如果只有一颗，它也没办法下掉，因为它是错开的。好，没有，你看现在掉下来，这样都不会中。那我现在台面上就二四六八，下面就留八颗了。好，啊，你只要用一组去攻击它就好。
哦，给他锤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血招过一半就可以了。哦，所以这时候史莱姆的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就差很多了。哦，一样可以看到我尽量不去削到攻击珠。哦，要削的话就削一颗就好，削一组就好。好，没有像这个，你看左边那个是天降两颗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哦，你看死掉了，但是我台面上已经留了很多绿珠了啦。哦，这时候这是其中一个关键关卡。哦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，关键关卡就是17关，这其中一个。哦，我一样继续绿，因为我有4回合，反正我就是一波爆发。哦，一样错拍。这样绿珠蛮多的，哦，这是自制的一波的爆发的方式，哦，大圣破防基本上你往开了没什么差别，因为没几颗，多6颗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就是 combo 数字也要做出来，看个人技术吧，我3-5 combo 吧，可以看到我刚刚做4 combo， 天降4 combo， 哦，所以如果你有6吸，只要降2 combo 就跟我差不多了。基本上6C 的高手应该没问题啦。好，那我刚打完了这一关，是不是就要一波爆发了？很奇怪哦，为什么我不需要攻击珠？这时候要用力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为什么我不需要攻击珠了。好，这时候不是那个，这时候是我在想。因为我要看一下台面上的那个珠子的摆放，很好，完全没有消。哦，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啦。哦，你看到我现在剩一滴，这个 CD 数两边要配合到，我可以看到。这是九杂珠简易的 Candy Crush 的一个叠珠方式，哦，很简单吧？这样就可以叠出来了。哦，所以在攻击之前你要先算。哦，可以看到攻击还蛮不错的，我打到机械金沙剩下四分之一左右吧，基本上打到三分之一应该就够了。好，哦，然后这时候看到同 CD 嘛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没有水，没有乌龟，哦，这时候乌龟就派上用场，我，哦，连补都不用，有没有？啊，因为我刚那波爆发攻击力很够啊，所以右边打就很轻松。原来跟抓羊一样，所以我说在这一关还要再留一波爆发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哦，我在玩之前，我基本上每一个关卡特性跟攻击力我都会先计算过。那像我这样打就很轻松了，我还提早把它 KO 掉，应该这一回合就可以把它处理掉了。因为你要再遇到第二次同 CD 啊，哦，如果第二次遇到同 CD， 看到我指定左边哦，有看到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右边爆炸我就死了，我没血啊，我血是一滴啊，啊，哦，不是一滴啊，刚剩没多少了，啊。哦，像现在爆的话，我就来得及了。哦，刚才那个稍微要注意一下，不要看到他没血就垂下去，他会自爆。哦，啊，刚才接下来剩下一只的话，那个就不解释，因为他只剩一只，基本上就是慢慢磨。哦，再来是海神费雷，基本上我现在讲就是在讲太多的都是废话了，因为很简单。哦，我不用大声，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一关，我宁可。在前面关卡，我冒那个风险，我也不要在这一关冒这个风险，因为这一关你要磨太久了。哦，费雷他每次攻击80%血量，如果配大圣，我基本上回血都要超过80%以上。可是因为我用了奥丁当队长，所以我现在只要回一半以上。哦，当然平民的我3-5 combo 的水准，这时候自动的哦就变成4-5 combo， 甚至更高，因为你不高不行啊。哦，我血量只要像这样一滴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一定会超过我一定就是一定要超过5 combo 以上。哦，三颗新珠啦。好，哦，那现在有残血的话，我基本上4 combo 都还可以活下来。
好，这个攻击大概是这样。好，前面过了，这边就不是问题了，这边就蛮简单的。基本上我已经尽量快转这个关键的内容，有听到啊？对，还有一个，忘记跟大家讲。可以看到我台面上，我会尽量留两颗星星。好，这个忘记跟大家提醒一下。好，你史莱姆在开的时候，你要留至少两颗星珠，有多的就不要消。像我，你看我星珠都留下来，都不消。因为你要不卡星，唯一的方法，哦，宁可少一回合没关系，你一定要留至少两颗星珠。哦，可以注意看，我都会留两颗以上，因为你要36颗珠，你这样消完一轮下来。不掉一颗，几率有点低啊。说真的，当你真的很倒霉的话，我就没办法。但是，又我们还有史莱姆可以转型。如果真的很倒霉的时候，你史莱姆还可以再开。好像现在台面上都还有至少还有三颗嘛。好，有没有剩两颗？哎，转，照转。无所谓，然后我现在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，好，记得这时候不要开牛魔，打这只千万不要开牛魔王，因为风险太大，你随时随地都要维持有星珠，没有星珠你要死还可以转星，然后像我这样还，这时候其实我打得还蛮心惊胆战，因为这时候很危险，那运气不是很好的话，就再剩他剩一滴滴血我就要GG了。像我现在，这样过了。好，那最后这个贝尔武夫基本上随便打。你看到我左上角的这个爱心标志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可留可不留啊，因为只要留一半，你血三回合以上，三回合要补一半血，基本上19关你过得了，这一关没有理由过不了啦，可以这样说啊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甚至牛魔王，我这时候都开出来用。啊，转的时候顺序要像我这样，史莱姆不要找绿色的，因为找绿色的话没得转型。哦，越过很大一段的话，这个基本上打最久是他了。哦，一样奥丁绝地逢生开下去，蜈蚣破防，史莱姆技能开下去，边打边补啊。其实你要史莱姆不开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有五回合，有三回合的缓冲。哦，这边都剪辑，就是爆发的片段给大家参考这样而已。因为我们像我现在配这个队伍有个好处，就是跟我开始讲，有牛魔王跟乌龟，好了没有？牛魔王跟乌龟就差很多了。那你看我每次爆发一次的血量，至少还有感觉。那别的队伍打下去没什么感觉，好没有？有血量扣有感觉。哦，包含平常攻击都有感觉，因为你没有属性相克。你有属性相克，说错，有属性相克就有感觉。好，这样就结束了。这边是一个。关键的重播哦，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。那谢谢大家的观赏哦，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